抓了俘虏，为了收降他，武成王黄飞虎要做十五客做俘。有这么一件事就说明武成王好人。高雷满面羞愧，出城上马回本爷爷。高连娘手中一惊，哟，将军回来，将军回来，忘了出去。高连娘正哭呢，眼泪一刷一刷往下掉，我输就完了，输就完了。当然抓了俘虏还好得了，往七岁多把脑袋砍下来，中一中就得大卸八块，就得。那我
等着第二天骑着马就进了西岐城。城上有话，这自己人随便出城随便进城，到姜子牙迈过来的了，见姜子牙见城王那英俊相，姜子牙一看他回来挺高兴，怎么样，劝说你哥哥可有起色。哎，为什么对话，那我们虽然是哥儿打的，我哥这个人好面子，肯定肯定我不是素质。哎，好话说了千千万，说的到后半夜你算把他劝心得得，还愿意投降，什么时候进城。不过呢，我可提出个条件，条件您听过分不过分，您考虑考虑，说什么条件。我哥觉得什么投降这两个太难听，你将来到了西岐不好忘了有人说后听投降的将军，今晚上比旁边矮一截，是不是好东西，我哥为了不全面，说请丞相派一个有名的大将，不管是谁德高望重的进我们连营的接他，去接五月三天你回国，我哥哥再进去那里面投降好听多了。我哥又提了这么一个条件，不是丞相他还有将军所不知道原有脸处理，难怪他提出这个要求，这算个什么，接就接呗，这完全可以。各位大家听听，哪位领令敢奔大营迎接朝田将军，哪位愿意去？言还未已，城王山丞相末将，我看见曹雷将军是我劝说的，他们哥俩的事包在我身上，因为我们同殿称臣，彼此了解，我要说不接受，我就代表武王和丞相迎接曹将军。哎，王爷，这事儿也得让你听。好，你德高望重，那就派你去当。多谢丞相。曹将军回去怎么样？就我不敢想啊，您这身子太好了，您要去我哥那是太高兴了。如此说来咱马上就行了，走吧，越快越好，把事情办完，你省钱去了。就这么样，两人骑着马一开始骑着马，有说有笑有说有笑，一边走着曹雷心里不想，不成王啊，倒霉，你是个倒霉蛋儿，你好不容易披荆斩棘曹府不问，没过几天安生日，真心实意的服从武王，什么事都往前里说。这回你没看见，其实你这人也不错，没办法，这也是命。曹仁心一想，到底甩凳下马，武成王下了牛，两人接受了马上军礼，举报朝天。武成王来，大刀出手，不来，安心不良。等武成王和曹雷刚进中宫岛上，曹铁面带铁甲，王飞虎来了，啊，刀不上万山一闯，扑通飞火，砸掉头盔，一个没了。武成王这才知道上了当。转脸问曹雷，曹将军这什么意思，喂喂，也不知道什么意思，这我哥的主意，你别怪我，哎，不耻的小人，我好心当了驴肝肺了。到前乐你说什么，王飞虎，这可是什么，我寻思西岐那么多人来个头面人物，我没想
帅之兵，压着秋蛇木龙，不从旁边拴着牛。曹雷呢，干扫这心里的邪不知死。大哥，雷呢可能也不错，但是把你缺德点上去了。上去了，这叫轻者实，实者轻，兵不厌诈，这算得了什么？哪有说话就算？这回年说把你那个西游事也折回去了，我们还练了功呢。就是回去把武成王往上一见，把你的头长打出来，他也是得多高兴。他们没办到的事他办到了。怎么回事？姜子牙神机妙算，看
出曹雷说谎话了。哎，姜子牙一假装演戏，行行行行行，啊嘿，早就猜出他心腹不正，这又弯了绕，干脆来个铁管里八眼起，你糊弄我，我糊弄你，来个计中计，收拾你个心服口服。曹天曹雷被抓了，不都在下边等死？你说这不能说。众将纷纷报命，姜子牙命军政司给功劳簿，把这大伙的功劳写上，就成王上。哎呀，姜子牙乐了，花园受惊，为啥？丞相，我真没想到，王爷，你这人太实在，太实在了，要吃亏。当然，我们主张实在。人要诚实，但是分面对什么人，面对奸狡之徒，不就得跟他斗智吗？不就不得吃大亏吗？赶紧请坐，这阵就给你消消气。曹天曹雷来了，要上五花大绑。曹雷绑了两回了，一看上面一人，羞愧的无地自容，把头一低，等死了。天还拨了拨了脑袋，你来有点不忿。你们俩听着，如今被俘还有何说？不言，没词儿了吧？哎呀，挥出去杀，把人脑袋挂在城楼市中。这姜子牙也够狠的，别看老头八十多，善不能领。您就记住这话，太忠厚了，什么也优柔寡断，瞻前顾后，什么好意思，领不了兵。领兵这得黑呀，到时候脸蛋往脸一沉，办事得咔嚓。姜子牙就这样，要不执掌三军的命运，对不起，你说谁还给出去？这武成王黄飞虎是吃一百个豆腐先去。王飞虎在那坐着，丞相先等等。曹雷是好的，你能否问一问你为什么变化，然后再杀他去？好吧，王爷，就是用你的意见，把他俩都退回来，让他俩说就说，要说就咱们相信了，然后再做处置，把俩退回来。曹天不说话，曹雷说话。一滴眼泪，丞相，你这崔呀，这怎么回事？我跟我哥彻夜长谈，本来我诚心实意福报大众，我绝没有反叛之心，可我哥也不是不乐意。我哥说，我们投降可以，家眷都在朝歌，我还有老娘呢，我还有媳妇儿。我还有二男四女，我哥一家也不少，三妻六夫都在。你说我们投降的起，我们投降是没事儿，家眷招着谁惹谁？那周王那么残忍，要得知这事儿，把其不翻都得给刨了，覆灭九族啊！所以我们没有办法，只是迫不得已而为之。丞相，你要问为什么反叛？就这一个理由，除此之外没了，乐意杀人就杀了。说嘛，听咱们讲的就怎么说，说出实话就好了。少年，是怎么回事吗？是，是啊，人活着，死你得考虑考虑周围，不能为自己考虑的太多。的确如此，无话可说。口不应心，天诛地灭，离地
第三只有神经，神灵可以作证。二人退让，等于反步。那好，不打不相识，这回从情万代投降。但这个事要保密。姜子牙一想，他们说的有道理。人呢，不是一个人，谁在石头上蹦出来，谁没压出来？你是怎么办？怎么办？还叫曹雷去？曹雷啊！一计而行，噔噔噔。